脱口秀演员伯恩以幽默方式振边实弊，受到不少观众的欢迎与支持。尤其岩上系列曾找来徐乃麟、艾丽莎莎、王世坚等名人合作，多次创造话题。如今他宣布，好小哦，好多了。五月将在小巨蛋举办个人专场。撒泰尔娱乐昨日在粉专公告售票资讯，专挑不可能的事情来做。2023，曾伯恩将在新的巡回中再次当不同层面的开路先锋，立刻被眼尖的网友发现，不可思议的票价，有要价100,000元、限量4席的盘子席。目前知道的是，盘子席和蛋黄区的观众享有跟曾伯恩单独合照、演后派对专属入场通行证、限定好礼等福利。公布惊人票价后，随即引起网友热议，为演现轰动。因为这就是我做事的 style。